东。依依，不要丢，你会丢到人哦。你可以用手拿着，锵锵锵，轻轻的用手拿着，不要用丢的，用手拿着，锵锵锵，是什么声音？是打乐器的声音吗？我把这个丢给那个坏事情的那个人。爱睡觉了、啊。那你为什么爱睡觉了？要把这个丢到树丛里面，然后坏人踩到它，它的脚就会响点。你去锵锵锵，看它有没有不同的声音。所以要把坏人的脚。锵锵锵，有不同的声音吗？好，我们来锵锵锵，敲不同的位置，声音都一样吗？不一样。是什么声音？哦，你是音乐。